在5月11日 ,TWICE 在韩国音乐创作平台 Melon 的记录更新。根据 Data TWICE 的数据分析， TWICE 在 Melon 上面已经超过了28亿次的流媒体播放量，获得了他们作为平台上面流媒体播放量最多女团的记录。同时 ,TWICE 的 Cheer Up 在 Melon 上面独立听众已经超过600万哦。这是 K-POP 女团第一首达到这个里程碑的歌曲。让我们恭喜 TWICE 吧。